Hello Hello， 我又来喽。我们从左边取出一缕头发，给它来一个鱼骨的手法，二加一鱼骨的手法。这个呢，我们给它编到耳朵的位置就可以了，然后给它进行抽丝。抽丝的话呢，我们少抽一点，左右两侧都是一样的，再给它们固定在一起。下面呢，直接是来的鱼骨。这个鱼骨呢，同样也是要给它抽丝的，但是也是不要抽太松，稍微抽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给它盘起来，用卡子固定。侧面呢，剩下的头发我们同样还是给它来的二加一的手法，也是一样的要进行抽丝，两边都是一样的，再把它们盘起来，戴上自己喜欢的发饰就完成了。你喜欢吗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